they are the vote banks. They are the vote banks. Okay.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ose tall buildings might not even come down and vote. Okay, but these people will, for sure. They are very empowered. They know their rights. Thank you.
东西有钱，那也是来源于你看动迁不是找不到正式的官司，就是说明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一件事，中国特有的。你们那边也懂，台湾也懂，我也是知道那个。我其实告诉很多查尔斯，我们希望加州看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对你们无论是思考建筑在思考空间，无论是 public space 还是 private space 还是 community space 社区空间，你们都会发现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作为学者特别希望说他们老的 community 到了郊区以后能够迅速的形成新的 community， 对吧？这是我们假想的。后来发现首先社区这件事你要注意是 community 这件事情在中国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外是真正的社区，我上课讲过，对吧？中国是没有社区的概念，中国的社区是管理机构，管理你再回头做社区都不一样，马上把社区弄掉，好吧？ OK。